毕业季要找人才，就告诉您，在台中15家的知名企业现在联合来征才，在现场呢有超过40%以上职缺，薪资上看38000元，另外不限学经历职缺也有将近300个。煎好培根，立刻帮蛋饼翻面。早餐店煎台好忙好忙，疫后餐饮服务业出现20%的人力缺口，猎人头补人力全面启动。连锁早餐店征才开出7万条件，要找经理级主管。一家门店大概都是5-6个人左右。那因为目前缺工的状况，那目前的话可能就是3-4个人。目前7万块来看，我们业态可能是目前最高的一个薪资水平。这有说什么营运策略计划，然后连锁效应，这些应该都是给那什么做过什么店长以上的那种职位的人才能去应征会有奖啊。相较餐饮业祭出高薪找人，电子科技业更带来 VR 设备，让你实际体验职场工作环境。左手的部分是前后，对，摇杆的部分是前后。台中潭子联合征才活动，包括全球第一大新压铸制造商乔村金属、半导体知名设备厂铃声精密、力宝集团、芙蓉大饭店等15家知名企业，释出近560个职缺，现场超过40%以上的职缺，薪资上看38000元，不限学经历职缺也有近300个。你看有些电子的，我可能就比较有兴趣，会想去投看看。刚好离开，然后想说。要找那个比较偏向工程类的工作。疫情后百工百业找人力，毕业生二度就业民众跃跃欲试，希望能一展长才。记者刘汉伟、林英珠 SNG 小组报道。